看一下。是吗？他要来了吗？不知道。芝芝姐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好一点了，我过来找你们吧。啊，我们回上海嘞！我们回上海嘞！你说好啊，来上海找我们。对，我发个定位给他了。我离你们很近，我这就过来。哦，太好了。好想要吃冰淇淋啊！我今天吃特别多，我明天要减肥，我明天要减肥。今天晚上不吃晚餐。哎，我明天要跑步。其实那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你当时看到的时候一直在说不吃太发胖了。对，那越吃越好吃。然后你就一直在碎碎念，萝卜丝饼很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还在回味萝卜丝。我来了，你还好吗？可以吗？好吗？我简直，我今天能啊拉上了20多趟厕所。你缺水啊，小心。但你现在只能喝点粥。是的，粥啊汤啊什么的。好吧。但我们刚刚还在聊好多好吃的呢。哦，一路上好多好吃的，很多那种小吃。对。脖子姐说她今天吃太多要减肥。真的。不是偶尔开心一下嘛，对吧？难得来。我每一天都这样讲的，每一天都。哪个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好。哇，好多菜呀、啊！好多菜啊。哇，好像脖子姐又吃的最多吧。开动吧，开动开动吧，吃一点吧，试一下这个葱青菜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在最那边。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幸福。我这里好生活好惬意、啊、对，在这里就不想要动。对，想放空。对，脖子姐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放空了吧？很久了。工作完了以后就有了小孩，要带小孩。对啊，我突然想问个问题，脖子姐，你想不想要女儿啊？要，他想，怎么生都是男孩。这个玄学也是有的。没有，我想要女儿，因为我想要万一他小孩生了，然后给我带。哦，儿子很小，通常都是他老婆他们自己搞定嘛。好喜欢小孩哈。对呀、啊。那有没有打算还想就是为了女儿？不会为了女儿，因为我觉得再生还是儿子，再生还是儿子。我会发脾气，我会疯啊！顺其自然可以，但是不是为了女儿而要，所以我会疯的、啊，接受不了。带孩子也辛苦吧？带不辛苦啊、孩子长大叛逆期，好害怕。问过我妈，我说妈妈，我们叛逆期的时候你怎么对我啊？她说你们叛逆期的时候你们都走了，我14岁就自己坐飞机飞去欧洲。哎，我也是，我叛逆期的时候正好没在家。对，所以我妈就完全没有面对过我。我也没在。你呢？你也不在？我10岁就一个人在北京吗？哦，我是13岁。我12，我12。哦，那正好连上。我12、13我就走。外漂四人组。